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一面，第二十一面，主地神。前面已经介绍过第一尊普德净化着地神，第二尊坚福庄严着地神，我们在经文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护法神众，他们的身份不同，职责就有区别，可是细细的去观察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处所，那就是智慧与福报，这两者如果不能够兼具，护法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做得圆满，所以智慧跟福德非常重要了。尤其是这个第二尊名号里面显示出坚福庄严，前面已经跟诸位同修介绍过了，现在在此地呢特别要强调，事出世间法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，如果没有福德就很难成就。福从哪里修呢？菩萨行的六条纲领就圆圆满满的包括了福慧双修。你看第一条教我们修布施，前面跟诸位说了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智慧，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那么这是世间人所祈求的三种福报，如果不知道修因，果报从什么地方升起呢？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。佛又告诉我们，事出世间的大福报必须要兼修啊，后面的五个科目才能成就大福报啊，才能够使你的福德相续绵延不断啊，
我们今天看看世间，确实有不少有福报的人，可是他的福报总不免呢有缺陷，也就是说他的福报不圆满，他的福报很容易就享尽了。虽有福，没有福德相啊。这是稍微细密的去观察，就能够发现了。一个人看自己不容易，看别人呢比较容易。会修行的人看别人，然后再回光返照啊，再能够啊认真审查自己，这个对我们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啊，因为你能够审查，你才能够见到自己的过失，改过自新，善莫大焉呐。哪些是有福德而没有福德相呢？啊，这世间人有福啊，但是他没有福相。第一个，他一切的都随顺自己的之见，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因此所作所为与情理法不相应，这个就是没有佛相啊。所以相应的就是持戒波罗蜜。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，持戒的广义就是受法，也就是说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就是持戒。第三种啊，佛相啊，大福德相，这是佛在经上常常赞叹的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忍辱波罗蜜。我们华严经到后面呢，还有很多次会读到的，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不只说一次啊。常说啊，这是大福德相啊。到这个后面经文，我们再详细跟诸位报告啊。正是这个世间贤圣所说的“无故加之而不怒”啊，这个心呢，心平气和。这个是福德相。